你在干嘛？你以为你是？Aaron， 刚刚看到小英总统，你要看一下有没有总统啊？总统去开会啦！你家等好久才看到，我们一来就看到。看到总统了。你看到总统了啊？哪里？你刚才带我去找他哪里？在这边。来，往前走。凡设计在台北。上去。耶！哇，水晶的。看水晶的就是这样，地上，好好玩。我想这个。那么，当场吧，当场吧。这是不能风，下雨。那你不喜欢坐？你看外面的风景呢、啊？但是，爸爸真是好可怕，我就不会怕，还好，还好，爸爸。看外面。不好。耶稣在这里，要风不在吹我们的缆车吗？他说：“耶稣，请让风。”你跟他讲，不要吹我们缆车，好笑。有没有耶稣保护我？你赶快祷告耶稣保护你啊，耶稣爱你啊，宝宝。你也知道什么是耶稣啊？对啊。我也不下去了。哎，快点。的话可以到那个中间可以停。Hello。嗨。哇，后面有彩虹，好漂亮哦。对了，彩虹。彩虹。彩虹。101。哇，好漂亮的彩虹哦！彩虹几点就？彩虹眷村。彩虹啊，过一站就会不见。真的？明天呢？一个小时的。一个小时的，那么久。风好大。怎么走这么久？哎呀，你看，这还是不到三分之一而已。三分之一，好可怕。你
看欧德卫到那边，天那边。上次其实做四十分钟。Hello。嗯嗯。哎、欸，过来101不在后面。到了。还早。第一站，我们要到最。好漂亮啊！还有彩虹哎、欸。台中啊。终点。台中，终点站不是台中。这是第一站。第一站。叫什么站？这里，你下车也没车啊。你这里。会经过动物园，动物园走走路站，动物园南站。动物园南站还要再上去吧？现在只到十分之一满地开。为什么还要打开啊？赶快坐着，不要叫人家上。冬粉洗干净，还有面线、鸡汤。Master School 开菜。完了，这么误我的。蔬菜。哇，101。大这边。